你可以喝点吃饭，非得告诉我弟弟。啊，那怎么昨天那个没那么厉害的？那个要我救救他。那个车厉害。求婚是不是也这么浪漫？我老求，什么浪漫？我求婚。 又是什么任务在等着他们呢？自己要有信心啊！你说我可以的，我可以的。全，我明天这是去哪儿啊？行吗？连我号都不知道，输了。哎呀妈！怎么了？好好的。哎，一大早真走红毯去了。Como se va？ 真正结婚的来了，每年好喝。永杰去哪儿啊？又去哪儿了？他也开心了吧？欢迎各位来到普罗旺斯，看到今天大家都打扮的非常非常精神啊！马上你们就知道你们今天的第一个任务，还有要跟大家那个提醒的，这个任务呢就叫。 谁更擅长制造浪漫？小巴来，每一组要拍出一位选手来做这个挑战。从上一赛段第一名吧，你们先要不要做出选择？选高点的。好，五星好。你吃过社交课的吗？我觉得我应该有信心能猜到他。 那我会做饭，那我放心了。那肯定好吃的，能会做饭的好吃的肯定是他。哎呀，第一次吃吴昕做的菜。好，所以刚才每一位选手们就是做出一道菜，是要看能不能够挑出哪一道是你的搭档做的。第一个印象的第一看啊，从摆盘，摆盘你觉得是哪一个？ 这个，来试一下吧。好，试一下吧。你再试一下，尝一下吧。快点试一下，对，想受一下。如何？好不好吃？哇，好咸那个，绝对是肖央的人。是肖央的，好，是吧？我觉得这个很像啊，这比较像。但是，我觉得，吴昕他不吃辣。 吴昕不吃辣，对。可惜没有。吴昕，我觉得他应该会做菜，但不会放这么。OK， 我选择这个，你选择这个，我确定，这个就是我搭档做的。Uno, dos, tres， 请转头，看是谁做的。<笑> 最咸的，这个蒜头很是你的风格，好不好？那怎么可能？只有我是少女心的，拜托。我是女孩，我肯定这样摆啊。那你吃好不好吃？咸死我了！大海给你带吴昕，你们被罚时的十分钟，十分钟还可以继续比赛。好吧。哇！来来来，走吧走吧，你把包放下，影响情绪，行不行？把水都放了。 哎，走，哎。Try other. Thank you. Thank you. 以后大家从节目里，大家千万不要信吴昕说的所有的话，<笑>包括在节目里面。我先笑，嗯。往哪里走？走多少？这个就是，对对，走多少。 我，那你可以换衣服自选。入账任务，如果旅行是为了摆脱生活的桎梏，普罗旺斯会让你忘掉一切烦恼。而对于急速前进的选手们，普罗旺斯也将给他们制造不断的挑战。
在普罗旺斯黑暗的地下，纵横交错的激光尽头，藏着主宰选手命运的宝物——线索卡。在这里，选手将化身夺宝骑兵，90秒内穿过激光阵，抵达密室尽头，即可获得线索卡。注意，如果不小心触动激光，引发警报，选手需要重新排队，等待挑战。哦，这好酷哦！哇，这个好难的。好。来，继续。那个洞的路线机会空档，我可以穿过去。我刚看明白一点，那个就过了半个。没关系，派上用场了。被拎出来，拎出来了，杀死人啊！镇去见证白头到老的爱情，走，先去这个。先去。Go。下车。Okay, thank you。哦，在那边。Hello。Hello。Yes, we are white. Okay. Choose one。选一张，第一个是音乐的。啊，这是会跳舞的。这个是。一见钟情，异地恋。我觉得这个会有一些特点。60多年前。他如果有留胡子的话，会怎么样？他是比较好找。那我们就找年纪大的嘛，对吧？Are you sure? Yeah. Yeah. 先看老人。而且他们的爱情跨越了半个世纪。看那个身高，他们俩身高有一定的那个距离。你这会不会像那俩啊？看那个老奶奶，她很年轻。可以试一下吗？这个是不是？我应该不是。我怎么总觉得他们有希望？那两个？好像是。看鼻子，鼻子。应该是这个。再看一眼。可是。
不像。照一个。Hello. Hello. Hello. Can we take a picture with you? Oh yeah. Okay. And do toi. And do toi. 来。One, two, three. Thank you. Okay, thank you very much. 是这个吗？再走。It's wrong. Wrong. Sorry. W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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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gain.这边呢？你这会不会像那两个？照一个试试看。嗨、啊，你好。啊，头发不对。头发现在肯定变了呀。去试试看。Can we take a picture with you?、Oh. OK， 在这儿。应该不是，我觉得。来、啊，先照再说。来、啊。Thank you. Okay, thank you. Have a nice day.No, no, no, it's wrong. 这个是不是？这是弹琴的，我估计是另一组，就是什么有音乐那个。你看那个男的比那女的高那么多。有了。哪里呀、啊？这个是不是？哪个、啊？这个。不是，这太年轻了，搞什么？我们至少要找65岁以上的，那明明才40岁。我觉得应该在那边，会是他们吗？不会吧？是他们吗？没有了这儿。哎，这个是吗？不像啊，就像游客。去哪儿找啊 ？Hello, can we take picture with you? 试试看了。只要看见有稍微头发发白的，就跑过去照一下。反正我们时间也够。Oh, I'm sorry, no, no. 船上这俩吧。One, two, three. No. One, two, three. Oh, no, I'm sorry, no. And two, four. No. Merci. I'm sorry, no. 去哪儿找啊？啊！冷静，冷静。没有了这儿，太难找了。太难找了。他们像吗？像。可是不是那女的太年轻了。不是啊，只是在这一片。这里。是他们吗 ？Hello, can we take a picture together? Take a picture together. Hand in photo ensemble. Oh, we? Okay. Okay. Merci beaucoup. 不是 ，It's okay. It's okay. Nancy， 呜呼！乘坐一份子去薰衣草前荡秋千啊！ Okay. 走吧。我们俩照了多少张？能有10张？我觉得我们俩是脸盲。没有了，还好了，第八个就找出来了，那么大一片呢，我觉得还不错，很骄傲。嗨 ，Hello。Hello。嗨。信息任务：微风轻拂，吹动一望无际的紫色花海。一旁的秋千也在等待着选手们的到来，然而接下来的任务却是两人坐上秋千，双脚离地，依靠自身力量荡起秋千，同时用酒杯将水传递到大酒瓶中，当大瓶中的乒乓球浮起并至少有一颗掉出来，选手才可以获得下一线索卡。
啊，刚刚是热要热，好好放。他要先教我们吗？还用学吧？那上面写不用，你就荡秋千，把它倒给我，我倒球里就好了。好，是啥意思？咱俩对面啊？你才知道是对面啊？你的理解能力那么差啊？你会荡吗？这个啥？不是这个，谁荡我们啊？是我们自己荡吗？我觉得荡秋千，因为我们小时候都是这样的，比如说你先。用脚能点地吗？你先给它退后一点儿，会有一个弧度，然后往前跑，肉就这样悠下。小时候一直是这样玩的，去了之后脚我们都太单纯了，脚完全够不着地。往下躺，去往前，使劲往前。我就算找对了，我也悠不到你那儿去后。太轻，后。我咬到水，可是我怎么给你钱？等会儿我先揉起来，我没揉起来呢。钱，揉起来啊！哇！哎呦，反正就一直没有找到那个技巧和那个寸劲。啊！身体太往后了，刚刚没有用。好。对，你看我身体就是这样的。好。起来了，起来。准备伸手吧，有吗？别倒啊！你不能倒啊，我接不住。好，来，准备啊！好，伸手。哎 ，yes。然后，前，准备伸手。yes， 前，哇，我们太棒了！好。找着了，找着了，找着了，慢慢找着了，慢慢来。好，前，准备，我们太棒了，啊，我要哭了。前，准备伸手。哎，不行，哎，我抓住那绳了。慢点，别着急。腿都磨破了，靠！别着急，拿脚带，啊。拿脚最高的时候往下带，我一开始就有一段莫名其妙就悠起来，过一会儿他那边荡起来，我这边就停了。我再想把它荡起来的时候，又荡不起来了。悠起来拿脚带，没力了。一，好，二，再走，脚一，二，一。啊，拿脚带，慢慢来，冷静才能荡起来。好，啊，荡起来了。好，来，按着节奏走，一，好，二，一，二，来了啊，一，二，一，二，一，二，脚，一。二，哇，好难哎！一，超了。二，脚带起来。一，掉一个就好。啊，你们做多久哎？超久了。一直在摇。好用力啊，韩庚。我去，我看到韩庚他们就是荡很高。对啊。然后我就问他，哎，你们那么厉害，为什么这么久？他跟我们说，他们两个刚刚才找。哇，我们到了。这么难的，超难啊！不要荡，超难的，这个厉害，我难的、啊。巧妙在哪嘞？就是你这么躺和起、啊，你要找好那个节奏。啊，这样。对，就是躺着起来。呀呀呀！韩庚已经玩得很好了。对呀、啊。行。咱俩又不同步。没事，能同步能同步，你绕起来就行。绕起来，绕起来，对，来，一，回，二，脚回来，一，别停，脚，现在没力，啊，不信看，在最高点换，在最高点换，我是在做高点换，只要上下，身体上下，脚上下，这样身体上下，一直动啊。我才能把那个东西荡起来，但是他又说你要动腿，所以我当时就很着急。你不能停，停节奏就乱了。别停，你别停，
我跟着你节奏走。我没有觉得我停，你知道吗？你不要放松，放松，平静下来啊。对，放松。其实我真的不知道我有停。我跟着你的节奏走啊，你不要停。坚持，坚持，马上来。二，我会坚持的。一，开始倒水，倒水。好，慢慢来，慢慢来，再慢慢来，荡，再荡几下，对，荡几下。好，来，给我水。一，二，给我水。一，二，有。一，二，别往后逃太多。一，二，有水。一，二，有了，绝对有。二，一，再来，再来，再来，没关系，来，来，再来，再来，一，一，这个总是真的那个水。二，别着急，一，来来来来，二，一，慢点，别着急，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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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啊！节奏，节奏，节奏，节奏！哎，别往后逃太多！一，二，有水，别动起来！二，再来一次！一，不要动作不行啊！你下来吧，我根本做不到。我晕了！我全麻。放弃魔法。放弃罚一个小时，放弃，放弃，不玩，不玩，不玩了，不可能玩的。行业冷静，冷静，冷静，冷静。放弃，吴昕。那个时候真的是太难受了，心里又急又气愤，完了又天又热的那种急躁，我浑身麻的，快他妈中暑了，快。我从这里到下全是麻的。浑身麻，然后我自己靠着意志走到里。已经脸已经白了，不是。你最好是。没事。呼了，拿点呼了，呼了。你们俩还想继续吗？走。继续，我放弃。走。我们都已经三分之二了，太可惜了，慢一点，我们这次可以的，一定可以的，我们一定可以的，好，你过来。你没事吗？放心吧，没事。来。对，一。二，再两下。二，再来一下啊！一，二，来一大杯水。一，二，多水。一，二，一，快了，快了，来。可以。Yes。没事了，好了，完事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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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完事儿。终于，好了，别哭了。终于结束了。好了，好了，别哭了，行。终于结束了。好了，好了，别哭了。不完事了吗？走了，到休息站了吧。走。快，别哭了。完成了吗？啊，别哭。Congratulations. OK. Thank you. 啊！能不能放下？怎么这么难？别想了，现在不要放弃了，是不是？谢谢你。我们那么开心。我能做到。
到很开心，很开心。不管怎么着，情绪再负面，不管再怎么着，其实你已经坚持的把这个任务做到了。到了，到了。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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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难，对，不过我有小好消息跟你们分享了。作为本赛的第一名啊，你们两位都有将获得金至尊珠宝提供的价值50000花妹系列钻石项链一条。而作为第一名，你们有特权价值拥有智能四驱和强大安全屏障系统的豪华全尺寸 SUV QX80， 恭喜你们。 OK， 然后最重要的还是我们的500000，谢谢。好，英菲尼迪感爱梦想基金。嗯，那可不可以给边远山区的小朋友上学？可以啊，当然可以。恭喜你们两位，然后看能不能够连续3次就是获得第一名啊，好不好？两次了，今天是开心的，希望我们下一次。恭喜你们啊，韩庚、吴昕，谢谢，好好好，你也辛苦。对呀、啊，大家都辛苦。你也辛苦。对 ，Merci，Merci， 快再见了，好，拜拜拜。Yeah。经过这几轮比赛，你已经超越了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加坚强和自信。无论比赛结果怎样，对我们来说都是有收获的。希望你今后呢，能躺着就多坐着，能坐着就多站着，能站着就多跑着。让我们一起继续加油，前进。跑不动了，牵着我；害怕了，就抱着我。还是那句话，不用担心，有我。尊敬的小鲜肉韩 boss 同学，谢谢。你好。我是美丽大方、坚强勇敢。我觉得前面可以了，又没有偶像包袱、智慧又善良的吴大美同学，非常感谢全能又温暖的你和有着综上所述众多优点的我，组成了这个傻大力组合。在接下来的比赛中，我深深地感觉到我体内又一积攒到了新的能量，还没有被释放。此处，请你由衷地点头，谢谢。故在此，拜托尽量激发我的潜能吧。让我们一起重温一下那些温馨又感人的第一次。加油，你得尝试一下。Go！ 加油，阿姨，广东。即使到这一刻的你觉得你们俩之间的关系有什么改变吗？越来越亲近，那越来越熟了。别着急啊，放，慢慢来嘛。可以的，不信。现在就很直接。我觉得这个不是说他脾气变急了，或者是我越来越笨，而是说一种熟悉的程度。现在打电话给你们的一位朋友。我先打吧。啊。你跟谁？经纪人。孙乐，现在有一项目说真心话，让你说我曾经对吴昕的评价，让你现在说。你不是说他真傻吗？乐乐，你傻，你继续说两句，还有什么？你从什么时候发现我傻？从刚开始，08年开始。的确，随着赛程的推进，但也成为了彼此不可多得的最佳损友。真的，我应该对何老师家里他们好点。为什么？他们已经真的挺受苦了。我在他们心目中也许很聪明。是吗？你真的挺聪明的。当然，我在他们心目中是大家闺秀。我觉得后面这几期怎么录？勇敢、智慧、射箭、放箭，哎，让你放弓啊！勇敢，一见的马啊，这马都给你吓坏了。我觉得马特别勇敢，能带着你，我觉得够了，真的。我为什么生不出去啊？当然，随着比赛推进，两人除了对彼此的调侃变多了，对彼此的信心也变得更加坚定。好了，走吧。我一直你肯定能走到最后一起。我说还是那句话，
是吧？你放心，有我呢。是已经自作大学生嘛，所以我觉得这样可以换一下。这些他来决定。尊重他的想法。来，你能跟我一下吗？钱是我的，来付一把。然后你换下来的衣服给杨柳，他会把你20万的衣服拿走。这120万，20万的，王老师这多少钱？20万卢布，明天可以靠脸吃饭，非得装逗逼是吧？纳米比亚，就是在这里，你们将面对第一组踢馆嘉宾，神秘人物强势踢馆，完全是李小龙的感觉。我的姐姐，探索疯狂的原始世界，极限，卫视英菲尼迪极速前进。